的视频。对，不能发的。我看看，我给你发了一个，我再瞅瞅。我瞅一眼。就这个跟照片有什么区别呢？你这个发这个视频啊，这不证明一下我不是照片是我吗？哦，你这个跟照片有区别吗？就站那不动，我吐了呀。还有，感谢驴和曾志伟送的一个火箭，谢谢老板，爱你。感谢驴和曾志伟，谢谢老板，爱你。曾志伟老哥，这个小姐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给你深入交流一下。我看看，瞅一眼。哒哒哒哒哒，抽奖还有四分钟啊！大气抽100，可以折现。记住给这个比心小姐点到5000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大家去她的比心 APP 点一波关注，可不可以？如果你有比心 APP 的朋友，我觉得这个小姐姐虽然说声音可能说大家不是特别喜欢，但是没办法，天生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她的长相以及这个技术，游戏技术都值得你去点她一点，好吧？如果你有比心 APP 的朋友呢？打开你的比心 APP， 它的比心 ID 是多少呢？我看一眼。哥哥，你人呢？记得关注一波。小姨，你的比心 ID 是多少来的？我的比心 ID 是60127853。60127853是吧？可以，我让我的朋友关注一下你，我觉得你挺好看的，小姨。身材，我操，你身材挺棒的呀！平时有健身吗？有啊，那个照片就是在健身房拍的，在那个更衣室。更衣室哦，你穿成这样去健身，不怕小哥哥问你要微信啊？啊？我上的那个健身房就是刚开的，然后比较小，然后人比较少。哦，你是不怕这个有人问你要微信吗，小姐？长这么好看？不会啊。好像在健身房没有人问我要，因为来的都是那种已婚人士，要不就是阿姨什么的。哦，已婚人士啊。行。这谁顶得住啊？小爷爷除了长得好看，还有什么其他？这个才艺啊，有什么才艺啊？这个好像除了好看，一无是处。你家猫叫了呀，小姐。啊，你听到了，我的猫在吵架。你家那个猫是什么猫啊？是布偶。布偶猫是吧？嗯，布偶猫很贵啊。这两天不贵啊，我们是自己家生的，然后就没有那么贵。哦，像你生出来的布偶，你能卖多少钱？能卖多少钱？对啊，如果是我自己一手的话，我一般都是卖5000以下的。哦。嗯，然后他们很多都是。就跟你拿货嘛，然后他们赚中间的差价的那样子。哦，赚中间差价也太秀了。老板，你平时会健身吗？健身啊，健身肯定会健身啊。那你肯定有8块腹肌喽。何止8块腹肌，老板有16块腹肌，跟你讲。还有8块长哪？我好奇。还有8块长哪里啊？长身上呀，长哪里？你以为长哪里？身上哪个部位？哎，道歉怎么道歉了？
赵信怎么掉线了？那你应该去问赵信他为什么掉线了。他又回来了，那我们都不问他了。漂亮，这就回家了。哎，你这一波回家了，我头都给你。这一波你回家，你说啥？我说你平时会旅游吗？旅游啊。对呀。我平时开车的话，除下班了就很累了呀，还旅啥游啊？哪有时间旅游？下班就打打游戏吗？下班就打打游戏啊，没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了。那挺好的，你看玩那么厉害，玩这个应该很久了吧？玩撸啊撸啊？对呀、啊。撸啊撸玩了不到十年啊。不到十年可还行？那你有没有跟撸啊撸的小姐姐网恋过？网恋啊？那玩游戏不网恋，那玩啥游戏啊？那你网恋过吗？我那肯定有啊。啊，有啊。是跟什么样的小哥网恋啊？疫情的时候有。疫情的时候。以前的时候。哦，以前的时候。以前刚玩的时候不会玩，然后他又带我玩，然后就网恋了，但是我们没有见过面。没见过面。嗯。那你们网恋啥呀？小，没有经济能力去见面。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的小姐姐还要网恋呢？为什么长得好看的就不能网恋了？长得好看的现实当中不是应该有很多追求的吗？怎么还要网恋？那也要聊得来呀，有合适的呀。哦，赵鑫不捅他的菊花吗？这赵鑫不得要有趣的灵魂。感谢魔教亮坤又送了一发大火箭，谢谢亮坤来捅他菊花了。那老板你是吗？你想网恋吗？漂亮，赵鑫你俩真男人，我服了。A Q A A Q A 往后拉，他死了。吹起来接平 A 接 W 接平 A 接死。老板，你又丢了，老板。我为什么打不过这个凯隐呢？讲道理，不应该吧？嗯。是我说话声音太小了吗？我没有没有，我听到你讲，我刚才闭麦了，小姐。啊。怎么了？啊。那你觉得要不要网恋一下？网恋一下。嗯。女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我心里有个鬼，小姐。啊。我就是想找个男朋友，然后陪我一起养猫啥的。你骗我怎么办？你骗我怎么办？平时一起打打游戏。不是你骗我怎么办？那人跟人要多点信任，好吧？那我肯定不骗你。你不骗我，那行，我在郑州，你现在坐飞机过来，你敢吗？现在也没有飞机。那明天坐飞机过来，你敢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你说装啥呢？你跟我装呢？啊！我在泰州，你坐飞机过来，我请你吃饭。嗯、我坐飞机过去，你可能就是电话就关机了。不是，那我一个小姑娘，我能对你做啥呀？我说你电话就关机了。啊，不会关机的，你放心。不会关机。24小时开机，只要是你打的电话，我肯定接。老板是电车之不，老板是公车之狼，你不怕我是个？就是坏人啊，啊！我不怕呀、啊，你不觉得狼老板很帅气吗？你看过老板的照片吗？你说老板很帅气。我听你说话，你这声音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哎、我尝试。这么多人。miss 了，哎，卡森林去下了。嗯、哦。那没办法。搓麻将呢？搓麻将也太秀了。你要喜欢的话，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。你既然想摆脱单身的一个情况，嗯，哎，这个介绍一个对象，为什么你不可以？我就对你这种游戏打的又好听又好听的小哥哥没有免疫力。他人呢？等一下，
小姐，我要治他一下。哎，凯隐人呢？哎，走了。这凯隐他妈人去哪了？没办法，凯隐跑了。是吧？我们说好了要往这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变卦了？很难过。我信你个鬼，小姐。我是认真的。你是认真的？你有多认真呢？啊！我不骗你，顶多就骗你吃一碗麻辣烫。哈哈，吃麻辣烫也太秀了吧！那麻辣烫不好吃吗？吃麻辣烫可太秀了。你们这些小姐坏得很啊！键盘上来了。我看起来像坏人吗？你看起来还挺像坏人的。嗯，很好骗，好吗？你看起来就挺像坏人了，我溜了。哇，刚才没有把他干了，差点差个100块，不能回家，再等一波。那我就是简单想找个男朋友，然后平时。哦，你接单是为了找对象的是吧？你这个小姐，人家是为了挣钱，你是为了找对象。我靠，你是真秀。那也赚钱。啊，赚钱的同时再找个对象。是的，那不好吗？打打游戏，养养猫，然后没事一起看看电影，去旅游啥的。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啊？健身，我喜欢看那种情感片。喜欢看恐怖片吗 ？miss 了，小心。去下了，卡萨丁去下了，还不走？他就一个人，我们三个。我溜了，溜了，走了。哎，我想干他。他带兵回去了，小心点。你干嘛呀，哥？你像你妈个魔教中了你。他带兵回去了。卡特丁回去了，他过来了，他试一下，我看我打不打他。再见了。卡萨丁呢？卡萨丁来了，我这个塔皮好像吃不掉了，算了，我溜了。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那像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呢？我刚说了呀，那游戏会打游戏，然后聊得来，会照顾我一点。会照顾你啊？你是巨婴吗？为什么要人照顾呢？啊？我说照顾就是那种。怎么说呢，不是生活上的照顾，就比如说平时那种事业呀，就比如那种社会的险恶呀，心理上还有感情上让着我一点都行。你看这些一天天的，为什么这些人活这么好呢？这些人操了个地界了，闪现了。你这种人太帅了，你老针对你。这是白银吗？这你妈不像白银呢。你这个号是什么分段的，小姨？我这个是白银啊，白银二。你这白银二啊？对呀。我吐了呀！他不像白银二啊。都是同样的奇怪。这谁顶得住啊？卡萨丁不像白银二吗？卡萨丁怎么像白银二呢？可能别人上去代打的吧。哎，这个为什么还可以再撞一下？不要个脸！不然我来帮忙。好。还好。凯隐可能去下了，凯隐小姨。好，走了。这女枪法应该还可以。他单挑好像打得过我呀，我他妈现在单挑好像打不过他。他什么时候伤害灵魂了？立马捡的。哦，他刚刚在下路捡了过来一个灵魂。你看伤害不够，操！
干不过他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怎么打不动他呢？不应该吧？四杠一了，这四个头哪里来的？是谁给他送四个头了？我刚才下路杀了一次 NPC。跑不掉了。能走掉？我有，他怎么来了？赵信有想法，这赵信啊。这个白眼跟中单是双排吧？可能是，没事。他们俩老一块走。这咋办呢？这把对面好像玩的都还可以啊，讲道理。不是，我们发育一下。发育？拿啥发育？等我掏把无尽。打小龙。等把无尽掏了，应该就打得过。我能塔皮一个没吃。赵信不帮一下吗？这赵信。小心，别搞了！你去下边去做个眼来。我这个眼还没有好，我就下楼。做个眼。我身上没眼了，小心点。他可能去拿蓝去了，我就说吧。过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在走，我在后面呢。这里不是赵鑫，就是这就卖了吗？赵鑫，他跑了。他为什么不过来？能干他，应该能死。你有闪现吗？哎，你怎么不动了？你感觉要被杀呀？我往这吃个风，他能吹到。在草里，小心被秒。他要秒你。我有盾。哎，漂亮，算了。不会。闪闪了，这个人。这咋办呢？我现在出啥呀？我现在出啥都没有用啊。要不出个小影魔？出个影魔刀，我都出利差了，还出啥影魔刀啊？两个冲突了。出不了影魔刀了，没事，我黑起来。这老板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你还没说呢，你刚刚。我多大了？你管我多大干嘛？哎呦，这不要网恋吗？不得了解的彻底一点。谁给你网恋？谁答应你网恋了？你刚刚还说跟人家网恋。你说劈眼饭了？你刚刚说的。小爷爷单身多久了？我单身一年多了。你单身一年多了？是的。我不信。我其实不是很信。那怎么你才信呢？那像我们网恋的话，你平时就开公交车，然后我养养猫，然后我今天单养你，不好吗？你尬啊？不尬呀，谁信呢？小姐姐不相信啊。是真的。热，能跑吗？没办法，这卡特丁现在我操，我他要无脑打我了呀！我刚刚在下路。他打我无脑了呀！现在咋办呢？得亏我还杀了一个 AD， 杀了个打野，还行吗？可不可以？还有赏金呢。这咋办呢？来个魔法抗性吧，只能买魔抗了。只能买魔抗了，买个智慧默认。我还有四
出来了。嗯，哦哦，完了完了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好疼。嗯，怎么说？但是没漂亮漂亮，刀妹是个狠人，我来了，刀妹，别怕，刀妹不狠。这个刀妹不还是干不过这个卡莎丁呢？这卡莎丁装备有点好。别跑啊！哦，你伤害好高啊！那你以为呢？他还以为他打得过我呢，这个逼！他现在就是个弟弟。我要找他，有眼吗？有视野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揍他们，单数名单加上上。只能先弄成，可以。漂亮，这两个头太漂亮了。哎，我现在打这个卡萨丁好像有点疼呢，现在打得有点疼，他到后面他就打不过我了。先推他，我去偷个石头人。这边都视野好了。那个打野上去了，老板。哦，对对对，你上去。在我这儿，刚刚闪回了。好。起飞！我进来了，可以，我这个装备已经很……老板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小姐？我喜欢什么类型的？对呀，我喜欢大波浪的。大波浪，对，大波浪，大波浪能不能具体一点？叫大波浪，还有大波浪，三个要求。头发大波浪吗？你细细的品，小心。哎，还好。那你平时开公交车，那不是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坐车吗？坐车，他是顾客，我是司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就没有人。想要找你，去你就参加。啊，快走，你卖我吧。我肯定卖你啊！你都不用说，你都不用说，我肯定卖你。我留着，我留着。我还有肉。我在这躲你，爆了个 TJ， 这人哪来的伤害啊？这个逼完蛋了，这咋办呢？你走吧，那我帮你打。太弱了呀，他妈的大冰心了，操，刮痧了。走吧。操，打不动，打不动他。这个人。这咋办呢？这咋办呢？这可怎么搞呢？那。是不是有很多小姐姐找你要微信？没有。没有。这咋办呢？哎呀，这咋办呢？这咋办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咋办呢？打不动他呀，我们菜刀队呀。要不输了你就跟我玩面好了。我养你。啊，那你能不能给男朋友发一个男朋友看的照片呢？男朋友看的照片。对，我刚不是给你发了吗？啊，没有，那都不算呢。那还有什么照片？上海，我好，这个人会玩，这个人玩的不一般。我们抓他好了。来，搞，我在。
跟他。溜了溜了，哇，就一个 Q 这么多血，我吐了。我去做个大龙视野。想偷个大龙，我操！我平时拍不露脸的照片比较少，一般都是露脸的。来来。哎，我杀 ADC 还行，哇，什么输出啊？这是什么伤害？这是什么输出啊？哦，这是什么输出啊？很好，这大给的好。跑跑跑！跑我死了，好疼啊！这一个技能我都死掉。蓝盾，冰心，操了，没办法，他太肥了。嗯，太肥，太肥，太肥。只能说可惜了，小姐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你要跟我玩炼龙啊！我服了，小姐，我吐了，我竟无言以对，小姐。是你刚刚自己说的。我建议你去医院挂个号，趁现在医院还有急诊，挂个号，看一下脑科。不不不，我妈说了，就得遇到喜欢的男生就得不要脸，不然的话就被别人抢走了。小姐，其实我摊牌了，其实我是个主播，小姐。你是主播，你不要骗我，兔子你傻。我摊牌了。我不信。其实我是个主播，我摊牌了。你在哪直播呀？我在哪直播？我去瞅瞅。你看太肥了，没办法。去看看你啊，看我在斗鱼直播呀。那斗鱼哪呀？哎呀你妈的，我吐了，没办法，对手太强了。对不起了老板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呢？对不起有用，还要警察干嘛呢？那你说吧，那怎么办？那只能发照片了，那也不能干嘛呢？发视频照片都行呢。那好吧，那我给你发照片。我吐了。我也吐了。兄弟们给这个小姐姐关注一下。兄弟们给这个比心小姐姐关注一下，好吧，关注一波。给他干到5000吧，好吧。这是我的斗鱼房间号，你可以过来。好，我来看看。我吐了。嗯。不是吧？你就是那个，我在抖音上看过你。你在抖音上看过我？不会这么巧吧？哦，我的妈呀！大家去他的比心 APP 关注一波，小姐，等我一下，记得给我发这种好看的照片，等我一下。好的。
Let it girl, let it girl, oh, you don't want it anymore. 来了，小雨。哦，我给你发了。你给我发了。不要给别人看，就是不给别人看。行，我不给。就给男朋友看的照片。哦，那他们都是你男朋友，我应该给他们看。别吧，那我太多男朋友了，你这顶不住。顶不住啊。你不就你不就是这样的人吗？还顶不住呢你。那我这不就喜欢你这样的吗？别搞，兄弟们，你给自己打个广告吧，好吧？看你长得这么漂亮的份上，你给自己拉个票，可以吧？嗯。给自己打个广告可以、嗯、可以吧？可以。你看一下你怎么打动我直播间的水友，好吧？就。各位男朋友，给我点个关注。啊、各位男朋友，男朋友们，给我点个关注。就这就他们就给你点关注了，不会吧？点关注，然后以后我会多拍一些不露脸的照片。不露脸的。然后随机抽几个男朋友网恋。随机抽几个男朋友，我靠，你这个渣女啊！小姨，你那不是，那肯定跟一个网恋，肯定跟一个人网恋，认真的网恋了。有人说主播我已经被打动了，记得去他的比心 APP 关注一下，60127853，这小姨皮影翻了，记得去给他治一治啊，60127853，这个小姨的比心 ID， 感谢亮哥送的飞机，感谢亮哥哥，那行吧，小姨。他们应该去关注你了，陆陆续续应该会关注你了，好吧？那就先这样了。好，谢谢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，小姐。嗯。